穿上，免得受我欺负你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对你负责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是怕你窒息才给你掀被子，你怎么兽性大发又扒我衣服？看到我很失望？我怎么回来的？宿管阿姨给你送回来的。你抱着宿管阿姨又亲又看还不放手，整个走廊都是你的叫声。哎呀，丢死人了！我抱了。嗯。我亲了。嗯，我还啃。对啊，